另外带你看到22日中午在台东志航基地宿舍附近，一台拖板车载运一辆压路车准备下山，但是压路车的驾驶舱太高，在一路这个一处的转弯时是意外勾到了电线，并将两根电杆应声拉断，而倒塌的电线杆是砸到路过的非官座车副驾驶座，造成前挡风玻璃以及天窗整个破裂，而开车的非官头部也被撞击，初步观察是没有外伤，但是呢仍被送医做进一步的检查。从画面上可以看到，整根电线杆砸在白色自小客车上，而小客车副驾驶座整个被砸凹，所幸驾驶并无明显外伤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将驾驶送医检查。这起意外事故发生在22日中午12点左右，一辆拖板车载着压路车行经志航基地宿舍附近时，因为压路车车舱过高，勾到一旁电线，造成两根电线杆被扯倒，还压到路过的非官座车。目前到医院去，要给医院去判断，因为他的头哈、整个是被压到的，有压到车顶压到头，打到头，这个压到的，这是车顶这样压下来，要检查有没有脑震荡这样子。对，这个是最简单，最要处理这些事情，这样对。经本分局员警到场了解啊，是民众啊驾驶大货车，沿着志航路三段由北向南行驶，因为载运的压路车车顶啊，在转弯时拉扯到电线，导致电线杆压到对向行驶的自小客车，以致啊自小客车的驾驶受伤，所幸啊送医后并无大碍，本分局啊将深入啊了解啊肇事的原因。目前该名飞官被送往医院检查是否有其他地方受伤，而双方经过警方酒测后，酒测值皆为零，而警方要将深入调查详细肇事原因。记者陈纪麟台东市报道。